Hello.好了，大家，那准备你们的这个 bubbly 吧，5.2，准备好了没有？OK，大家好了没有？我可以开始了吗？一线彩璇、文理汉、卓森、佩恩。OK，so 这个包还记得我、哦、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 Bahasa Kedua Tanah Melayu 对不对？是从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我晕晕呢？突然间会有这个 Bahasa Kedua Tanah Melayu 是因为上个包我们读到那个 Malayan Union 对吗？还有年，然后那些 Raja Raja Melayu，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哈，那些 UMNO 是马来人呢，他们反对这个Malay Union 嘛，是不是？So 那个 British 呢，他之后呢，他再推出另外一个新的这个管制的方式，我们叫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然后这5.2这个 part 呢，我们是要讲的是什么原因啦，什么 factor？本土不汉巴斯克段达那本来有，为什么我们会成立？哎，从马来 Union 变成这个巴斯克段达那马来有1948。哎，这边有几个 factor 啦，给我们直接看，跳这里我们来看啊。第一个 factor 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从上巴我们读到 Raja Raja Melayu，还有Orang Melayu 他们是反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factor 咯，本能档案 Orang Melayu。的海岛这一个 Malay Union 本人档案是反对啊，他们反对。不，这些字你们有 note 到吗？对不对？说这些字啊，如果你真的是不会的话，请你们写上去它的意思啊。本人档案 means 反对啊。看它 lag 啊，我电脑。下次。啊，OK，本人档案反对。OK，你进，是啥？一个同学进来，新的同学，不是新的，他不是新的，
again 啊，现在我们已经在 bab 里面的5.2这个 part 啊，我在讲个关于是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1948。Okay, 不是个短短的马来语1948，然后什么原因推我们从 Malayan Union 变成啊改成不是个短短的马来语1948？现在我看它的原因，现在我刚刚才定这个是因为我让马来语他们不能档案，他们反对，不能档案是反对啊，他们反对这个 Malayan Union， 所以我让马来语，khususnya raja-raja Melayu 啦。啊，然后一些知识分子 ，OK， 我先要反对先啦，写那个字出来先。他一刚刚开始写，他一定会 lag 一下的，我电脑工作，每次要写怀疑字的时候，你看他又 not responding 啊，哎 ，So orang Melayu khususnya raja-raja Melayu， 有什么事情？OK， 还有陈德加万是知识分子啦。陈德加万马来语，我先反对先，一直写不出来一个字，你看。啊，快点。啊。你还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所以我们看下来啊 ，Raja Melayu Cendekiawan Melayu Cendekiawan 的意思知识分子，也是受过教育的马来人啊。还有 UMNO telah bersatu， bersatu 是他们团结，但 tegas 是很坚决的意思，很坚持他们反对这个 pelaksanaan Malayan Union。所以 Dato' On Jaafar telah membantah dan tegas pelaksanaan。Malayan Union， 尤其是这个，在这个 UMNO 这边一个代表呢，就是谁？是那个 Dato' On Jaafar 啦，这边那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在 UMNO 这里呢，他跟这些知识分子啊，还有 Raja-Raja Melayu 啊，他们都毅力 ，OK， 很坚持的是要反对这个 Malayan Union 的实行 Pelaksanaan Malayan Union， 给他们做很多事情。然后上个报我们讲到了他们讲反对啊 ，OK。所以 Malay Union 为什么他们反对？为什么反对？这个也是上过的哈，是因为 Raja-Raja Melayu kehilangan kuasa dan kedudukan status quo orang Melayu akan terjejas. Okay, 两个原因，一马来我们的马来王，还有我们这些我们王室啊，我们王室呢，他们的那个权力啦，就是已经受到限制了。哎，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个 Pemerintah 或是 Memerintah 的挂设，然后 status quo orang Melayu 就是马来人的特别的地位，也不受到这个 British 的保护。然后因为这个 kewarganegaraan， 你记得吗？那个我们讲公民权呢，在 Malayan 的公民权哦，他们的那个公民权是比较不严格。所以马来人呢，他们担心他们的地位啊，他们的 status quo。会受到影响。他们讲到了，他们讲他们自己是土著吗？哎，他们讲是这一边的这个主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地位而不受到保护呢？所以这个他们反对这个美联储的其中一个原因啦。然后，哎，他出来了，你看呢？你看他恢复了，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反对。Okay, 写到没有？然后接下来 ，sikap politik orang Melayu yang sederhana， 这边有几个原因啊 ，OK， 我要 highlight 下 orang Raja Melayu， 还有Cendekiawan Melayu UMNO Bersatu dan tegas menentang pelaksanaan Malay Union。这个海带的颜色很丑哎，红色。不要，我喜欢用青色，看起来比较温和一点。OK，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 Raja Melayu kehilangan kuasa， 然后还有什么原因 ？Status quo orang Melayu terjejas， 这个是他的那个为什么他们反对的原因啦。然后另外一个 factor 是因为这个 orang Melayu 的 sikap。
他们的行为 ，OK， 就是尤其是在政治上的哈，他们比较舍得喊呢，这个字也要记起来 ，OK， 但 serious。Okay, sederhana dan serius. Sederhana 是我们讲比较比较中等啊，还有比较温和的。Okay, 他们没有想要怎样呢？没有想要哦，我要争取独立，我要很用一种很暴力的行为的。所以他们是 sederhana 很中等的啦。Okay, 中等或者是比较温和一点的温和的方式去反对。然后他们也很 serious 哇。Disaksi sendiri oleh dua ahli parlimen British iaitu LD Germans dan David Rees-William. 还记得这两个人没有？这两个是那个 British 的国会议员，他们特地来这里去看、去探讨为什么本地人他们为什么会反对这个 Malayan Union 这两个国会议员，然后他们写 report 把他带回去 British 的国会去讨论的。这两个国会议员，所以这两个国会议员他们自己亲眼目睹。哎，这些马来人他们的反对很坚决，很坚决的反对，跟他们的表达的方式不是那种很极端的，不是 radical 的。他们用什么方式？他们只是刊登报纸啦、游行啦、demonstrasi 啦这些方式罢了嘛，对不对？做比较温和的。所以这个当你要跟人家谈判，你要反对，你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哦，人家会比较容易接受。尤其是这两个国会议员呢 ，Leo Digamans 跟 David Rees-William， 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的。哎，什么是 orang Melayu mengadakan rapat umum？Rapat umum 就是刚我讲的这种 demonstrasi 啦，啊。然后 dalam laporannya，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哦，他们是要写 report 的，他们去观察 ，OK， 他们写 report。所以在他们 report 哦。他们亚德干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 report 啊 ，LD 跟 Mensa 们亚德干卡阿丹呼噜哈拉，阿甘布拉古，迪达纳马来尤，几个人将俺们连员的德鲁斯干 ，OK， 所以他写出来的那个结果，他的结论说，如果 British 再继续执行这个马来尤念的话，很有可能性的是，这个达纳我们的达纳马来尤呢，会发生会变成呼噜哈拉，会很混乱 ，OK。可能会从一个普通的这个我们讲示威变成一个很暴力的示威，哎，像那种像看外国啊，他们这种游行啊，像香港那时啊，很暴力的，会影响到整个他们马来尤的那个运作跟那个 economy。所以他把这个报告呢，他带上去这个British 的巴黎们去回应他们，哎，带他去 British 的巴黎们去讨论。这个 part 是第一个 factor 咯，penentangan orang Melayu terhadap Malay Union。Okay? 然后第二个 factor 为什么会实行这个 Malay Union 呢？因为是cadangan raja Melayu dan UMNO， 因为是 UMNO 还有这些王室他们建议 ，OK， 他们提议啦，他讲，与其你实行这个 Malay Union。可能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像这个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这样子，你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去管理，来取代这个 Malay Union 呐。So perundingan antara raja-raja Melayu dan wakil British itu Malcolm MacDonald 还有 Sir Edward James， 哎，就是王室跟这两个 British 的代表 Malcolm MacDonald 还有这个Sir Edward James， the other gun 在 Kuala Kangsar。在27 May 1946的时候，untuk menyelesaikan isu Malay Union， Raja Melayu 还有 Wakil British，Wakil British 就是这两个人啊 ，Malcolm 跟 Sir Edward James，Sir Edward James。还是很不喜欢这个颜色，太深了，往前一点这个。然后 Raja-Raja Melayu telah memberikan beberapa cadangan. Okay, 这cadangan 你要记哈，我们的王室呢，他有给了几个意见呐、啊，几个意见，在这他跟这个 Malcolm MacDonald 还有这个 Sir Edward James 他们的那个讨论那个会面，他提出的这个意见呐、啊，这意见第一个，他这个王室呢，他们建议给这面 Malcolm 跟 Sir Edward James 说。我们应该是要成立一个这个 persekutuan， 哎，不，taraf naungan， dan bukan tanah jajahan，
还记得吗？当他们实行这个 Malayan Union 的时候，哦，达纳马拉又自动的变成了什么？变成了 British 的达纳贾贾汉啊。如果我们实行这个 Malayan Union， 我们的那个 status， 哎，我们的 status 现在是变成了 British 的达纳贾贾汉， British 的领土了，哎，占领的地方。OK， 可是我们不需要，我不想要这样子吗？哎，本来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是 Battle of Nauan 的，是 After 世界第二次大战 British 回来的时候，我们的 status 是 status Nauan， British 庇护我们，他保护我们，而不是占领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弄清楚这个 status， 哎，我们要换掉这个 status。哎，然后王室呢，他们也提出一个新的合约啦，Perjanjian Baru menggantikan Malay Union。他们要一个新的合约，然后本来在 Malay Union 哦，最大的权力是在 Gabano， 对不对？现在他们不要了，他们要一个 Bersuraja Tinggi menggantikan Gabano， 取代这 Gabano 的地位。所以现在我们的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最高的统治者啊，就讲最高的权力最高的是 Bersuraja Tinggi。OK，PT 啦 ，Bersuraja Tinggi， 这个你要记得啊。Under Malay Union 的时候，最高最有权力的人是 Gabano。OK， 然后 Raja Berkuasa dalam Perundangan， Yes， 在这边呢，王室一定是要他们会要有他们自己的权利嘛，他要维护我们权利嘛，所以他提议说，王呢，虽然他们不是100%在这个管制。哎，本党表让里面管理跟管制国家的那个范围里面，可是王呢，他还是要有权利，特定的权利在这个本党表让里面，包括了哎，不公档案在这边，就是在法律上，所以说呢，就是在任何的他们所成立或是立的法新的法律啊，在这个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他们所成立的法律必须要得到 Raja 的 Perkenan， 也就是必须要得到王的认可。所以你看到吗，在这边、哦、王的地位已经被恢复了。以前在 Malay Union、哦、王室都是王，他们的权利只是在 Agama Islam 跟 Adat Istiadat Orang Melayu 罢了，他的权利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在 Malay Union。 OK， 所、so、以在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王室他们建议说，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权利，恢复我们的 power， 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法律上不文档案里面要有这个权利、啊、然后再加上呢，这个 Raja Melayu 也 menjelaskan bahawa ungkapan negeri Melayu perlu muncul dalam persekutuan yang baharu， 就是那个字啊， negeri Melayu 要有在这个新的这个我们的 persekutuan Melayu 里面，也算我们现在叫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嘛，这是他们的提议啦、啊、ungkapan negeri Melayu perlu ada dalam persekutuan baru， 或是 muncul dalam persekutuan baru。Okay， 然后 C， 我们看 Sultan Perak sebagai jurucakap Raja Melayu menjelaskan kepada Sir Edward Chen agar mendesak 是什么？催促，哎，就是哎，要快一点啊 ！British menerima usul pembentukan persekutuan sebelum membincangkan perkara lain。所以讲，他就叫这个 Sir Edward Chen 呢、啊，跟这个 British 说了，如果你要谈别的事情，免谈。不要谈其他的事情先，我们应该要成立这个 Persekutuan 先啊 ，before 你再讲其他的事情，来成立这 Persekutuan 来取代这个 Malayan Union。然后这 LD Gammons 跟 Rhys William 呢 ？OK， 这两个人是谁？就是刚我们讲这个人呢、啊？这个呢？这个呢？这 British 的国会议员呢、啊？这两个人呢、啊？他们自己把这个 Surat Bantahan 哎 ，Rhys 跟这个。V. Williams 啊，menyampaikan surat bantahan daripada Sultan Perak di Parlimen yang menyatakan baginda dipaksa dan tidak diberi masa untuk berunding dengan Majlis Mesyuarat Negeri dalam isu Malay Union. 是不是上个报我们读到吗？Sultan Perak 哦，
他被谁呢？那个坏人呢，在那个讲去跟他们签名的，没有给他们时间的，是那个 Herod McMichael 嘛，对不对？这边也是 McDonald 是 McMichael， 所以这个 McMichael 是坏人 ，Herod McMichael， 所以他强迫 ，OK， 他逼这个，然后他威胁这些苏丹呢，叫他们签这个合约，美利坚的合约。所以这个 L.D. Gammons 跟 William Rees 呢 ，Rees William 呢，他就把这苏丹 Para 的那个反对性啊 ，complaint letter 啦，我跟你讲啊 ，complaint letter， 把他带到国会。让国会知道 ，British 国会知道说，哦 ，Sultan Para 他面对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被绑杀 ，Di Baksa 的跟 tidak diberi masa untuk berunding dengan Majlis Mesyuarat Negeri 关于这个 Malay Union。Okay， 然后在这个信里面呢。巴金达还有再加上几句话啦 okay, 来表示他很失望。Okay, 巴金达就跟我们讲的跟 Rasa Dukacita Dukacita 是很失望 Atas didakan British dalam menentu nasib bangsa Melayu。 所以他就说了这个正对这个 British 非常的失望 okay, 来决定这个马来人的命运 okay, 他没有顾及到马来人的命运，所以我正非常的失望，在这信里面呢、啊、，OK， 这是第二个原因咯。cadangan Raja Melayu dan UMNO， OK， 然后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成立马来 Union 呢？不是马来 Union， 重说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1948呢？另外一个原因是本达 Bill British 他们自己人 ，British 的自己人也。赞同说成就是取代这一个 Malay Union， OK， contohnya sokongan bekas pegawai British， okay, yang pernah berkhidmat di tanah Melayu dan yang sedang berkhidmat di tanah Melayu mendorong British membentuk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1948年。OK， 就是他们自己人呐、啊，自己人是包括什么 ？Bekas pegawai British， 明白什么意思吗 ？Bekas pegawai British 吗？也就是那些 ex 啊 British 官员 ，OK， 就是之前成 British 的官员呐、啊，那些已经退休了的啊 British 官员，跟正在服务的 British 官员呢，他们自己哎也赞同，所以 British 呢才考量这个因素。然后安达拉呀，所以这些人呐、啊，这些人他们是赞同的，包括了这些咯，可能有这些名字的，像 Evergens 啊，可能我们他跟苏丹开会的 Malcolm McDonald 啊，这个 Malcolm McDonald 啊 ，Sir Raphael Holmes 这个 Gammons 呢 ，OK， 然后还有谁？这个 Rawlins 呢 ？OK，Rawlins。Okay,还有 Theodore Adams， 这些都是 Bekas pegawai British 的名字。Right， 然后这个 Sir Malcolm McDonald 还有 Edward James mempengaruhi kerajaan British supaya menamatkan Malay Union， 所以影响最大的人啊，在这里啊，是这个两个人啊，哎 ，Sir Malcolm McDonald 跟 Sir Edward James。哎，他们其实他们算他们官位很大的，所以他们影响到哎这个 British 结束这个 Malay Union 啊，然后 Sir Ralph Horne 呢 mencadangkan agar kuasa-kuasa raja dikembalikan 啊，这个人哎他很好的，哎他建议 kuasa-kuasa raja dikembalikan， 将 kembali 他们的将恢复他们的权利，也是 melibat raja-raja Melayu dalam pentadbiran， 哎 melibat raja Melayu。Dalam pentadbiran okay, berasaskan perlembagaan seperti dalam majlis negeri atau majlis perundangan. So, 在 majlis negeri 就是他们自己的州啦，他们在州会里面网有权利，在国会里面呢也有权利，什么权利呢？就在 majlis perundangan 里面，就是在法律上，那刚才我讲的啦。然后 Dato' Ong Jaffar dan Raja-Raja Melayu telah diberi perang untuk mengemukakan cadangan balas oleh British Master penemuan di King's House 在7月18号
1946年啊，所以British给他们机会了，哎，王室跟大东角法，哎，代表阿诺跟他们就是提出那个桥梁案啦。So hasil daripada pertemuan tersebut, Raja-Raja Melayu dan UMNO telah dilantik sebab menjadi anggota dalam jawatan kuasa kerja. 还知道吗？jawatan kuasa kerja 上个礼拜有讲到的，也就是说负责去design 这个Malay Union 怎么样去实行跟他的那个 contract 他们的那个会员。So Raja Melayu 跟 UMNO 他们被邀请来成为这个jawatan kuasa kerja 的一份子。Alright, 然后在这边要记得第一个是把 utama pentadbir British menyokong konsep 那个 persekutuan. 为什么他们接受这个 persekutuan 呢？这个 British 一mewujudkan keamanan. Okay, 他们想要什么？营造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那个社会啦， keamanan. 还有呢？确保他们自己，他们也担心吗？如果你混乱的呼噜哈热的时候，他们的 economy 会受到影响吗？ OK， 所以他要 menjamin kestabilan ekonomi， 还有 mencapai kemajuan ekonomi， 这三个原因， keamanan， politik stabil， ekonomi maju。 所以他们考量啦， OK， 我们接受这个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So, 为什么他们要比较注重 这几个东西呢？啊，keamanan, kestabilan politik, kemajuan ekonomi. 因为 politik yang stabil menggalak pelabur asing. Okay, politik, 如果你像你一直在 demonstrasi, 一直在示威，一直在反对， 你的政治很不稳定吗？国家是不是？所以你那些外来投资者会敢去投资你国家吗？哎呦，我也怕嘛，是不是？你国家是那么混乱。Okay, so, stable 的那个稳定的政治可以鼓励 pelabur asing， menggalak pelabur asing。 OK， ini membolehkan British mengeksploitasi ekonomi tanah Melayu。 讲到来是什么原因呢？ British 还是到最终他还是考量到自己的利益，因为当很多 pelabur asing 投资来的时候呢， British 可以 mengeksploitasi， 就是可以利用我们tanah Melayu的经济。 OK， 他还是要得到一些利益嘛，从中Okay, 一直到我们独立为止。好了吧哈。Okay, 这是第三个原因。British pegawai 的复工案。第四个原因呢，第四个原因是讲到我们一个叫 Piagam Atlantic 1941年。Okay, 这 Piagam Atlantic 它算是一个我们讲像 Piagam Marina， 你们读过吗？宏观的时候 Piagam Marina， okay， 它是一种一个像一个 contract 这样子，所以必须每个国家哈，他们都必须要遵从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宗旨啦。Okay， Piagam Atlantic， okay， 看啦， pembentuk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1948 sesuai dengan dasar dekolonisasi。 Okay， dekolonisasi 是什么意思？使非殖民殖民主义，对不对？ colonisasi 是殖民主义吗？Okay, 我们人家占领，我们叫殖民了嘛。所以 decolonisasi 呢，就是非殖民主义。Okay,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些大国家，像 British 啊、America Sharika 啊、Branches 啦、意大利啦，他们都要让他们所占领的国家怎样独立。所以这个叫 dasa decolonisasi， 也就是透过这个我们世界和平主义啦，他们呼吁这些国家呢去遵守的一个 Piagam Atlantic， 一个怎么讲，一个规则或是原则也是好，那像是啊，我叫 Piagam Atlantic 啊，这个要懂。Okay, Piagam Atlantic 1941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BB 啊，世界和平组织，他呼吁 Dasa Decolonisasi。Okay。Dasar decolonisasi 是什么呢？你看到吗 ？Process， 哎 ，decolonisasi 啊 ，dasar decolonisasi 就是 proses ke arah berkerajaan sendiri， 也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让这些国家可以自己去执政，成立自己政府，拥有自己的权利去管制自己的国家。可是在这边呢，就是这些国家像 British 啊大国啦，他们必须要带领这些国家
去到让他们有这个、能力去自己成立政府。Okay, 就像我们国家这样，从这个巴斯克顿达纳美1948年的时候一开，从那边开始 British 就开始在慢慢的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参与在这个本达标兰里面、管制里面，然后一直慢慢的到我们独立为止，到1957年他才放手。OK,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Piagam Atlantic 1941他呼吁这些国家这么做，遵守这个 Dasa de Colonisasi, 让这些国家可以自己成立政府，让他们独立。所以这考 British 是考量到这个 Piagam Atlantic 1941年这个因素、所以 OK 了，我们就换成这个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Boleh faham? Then 看到、啊、这 Piagam Atlantic 要跟你讲了、这 Piagam Atlantic 啊，ialah sebuah deklarasi, deklarasi yang dirangka oleh Perdana Menteri Inggeris, 也就是那个英国的这个 Perdana Menteri 啊 ，Winston Churchill 跟这个美国的总统，Franklin 当时的美国总统，在1941年的时候。所以他的那个 Persekutuan 不是 Piagam Atlantic 是1941年吗？用那个年份，在这个 Kapal Perang Inggris HMS Prince of Wales， Prince of Wales 是个很出名的这个船 HMS Prince of Wales。Antara prinsip utama yang telah dirangka 是什么 ？Tiada lagi perlawanan wilayah。所以在这 Piagam Atlantic 里面的哈，这些国家呢，他们必须要遵从的一些原则，第一就是不可以再扩大他们的 wilayah， 就是不能再去占领人家了。Tiada lagi perlawanan wilayah。ke arah pemerintah sendiri, 就是让他们自己去独立，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执政， meningkatkan kerjasama ekonomi dunia untuk kesejahteraan bersama, 也就是大家要在经济上的合作来、保维护国家、这是什么？这个互相大家的那个和谐啦，跟安宁啦，kesejahteraan。 OK， 然后 meminimkan sekatan perdagangan。就是要减少这个贸易的，我们讲什么吗？贸易的 sekatan 有吗？就像美国跟中国现在他们有这个 sekatan perdagangan， 叫什么啊？贸易算是个贸易战这样子啦。来，像有一些物品，我们去中国，美国啊，讲你要进口中国的货物，去到美国哈、我要抽很多的 tax。加你200%的 tax 啊，这些是 sekatan perdagangan 啊，要尽量是减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 wujudkan kerjasama ekonomi 嘛，然后 hak dalam menentu nasib bangsa sendiri， 也就是那个国家呢，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民，我们讲他们的民族的自己的未来。menghentikan amalan keganasan， yes， 要停止这种 keganasan， 就是残暴的一些我们讲行为。不像这样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这样很残暴的。那 perwujudan senjata di seluruh dunia， 然后还有什么要停战？ perwujudan senjata 就是停战，在全世界都不可以发动战争，就是从那一个开始到现在，算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几乎是没有发生的这个全就是世界大战了的。我们有没有听过第三世界大战呢？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还是在尽量的在遵守这个 Piagam Atlantic， 虽然讲有一些大国他们在互相来吵来吵去，在比较来比较去。可是他还是不至于到发生这个像世界第一次大战跟世界第二次大战那么严重的战争啊，国家跟国家战争还是有的现在啊，尤其是那个 Israel 跟 Palestine 对不对？上几个礼拜的事情，那个子弹飞来飞去打来打去，这两个国家啊，现在他们也停战了，他们也算暂时停战了啊。OK， 好，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Zone Formative 5.2。OK， 第一题第一到三，现在做这个 objective 给我。现在啊，
吗？这三题。Yep. Oh, oh.OK,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Manakah antara berikut merupakan cadangan Raja-Raja Melayu berhubung isu Malayan Union? 那几个cadangan是不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个是他的cadangan啊。他有没有 Raja diberi kuasa mutlak dalam pentadbiran? 什么是 kuasa mutlak, 懂吗？ Kuasa mutlak 就是王有 100% 的权力在这个管制上。有没有？没有吗？他只是叫什么？他们要这个perundangan里面罢了，是不是？说没有瓜斯姆特拉。哎，说第一个是错的了，一定是错了的。第一个查拉，哎，听不到的，哎，听不到的。哎呀，他又来啊。OK， 看 B， 哎，他又好了，说的。OK， 说第一个是错啊。第二 ，Peluang orang Melayu berkhidmat dengan kerajaan ditambahkan， 有讲到吗？他马来人在这个更多这个机会跟这个政府服务没有嘛，是不是？然后交代瓜加贝诺迪甘迪等干波苏罗加丁迪有没有 ？Yes， 这个加贝诺换成波苏罗加丁迪。我们要门卢波干波斯科丹布达拉夫达纳加加汉娜啊，那你可能我们要布达拉夫达纳，哎，不是那个瑙安嘛，对不对？庇护嘛，我不要打那脚脚汗了。现在 ，OK， 然后 siapakah yang dilantik sebagai jurucakap Raja Melayu， 就是 Raja Melayu 跟这个 British 他们开会的时候，谁成为这个 jurucakap 啊？有一个苏丹的，然后苏丹 era 哦，这个人成为那个 speaker 啦，啊，然后 berikut adalah prinsip utama dalam Piagam Atlantik， kecuali 除了哈。Perwujudan senjata 有没有 ？Yes， 停战。Kerjasama ekonomi dunia 有没有？有。Sekatan perdagangan diluaskan， 还是 hak menentu nasib bangsa sedia？ 有没有？这个有了，山东。哎，等等等。答案是我们没有能没有是 Serbia 罢了哈，所有的邦萨，所以答案是东帝。啊，这个我差点做错。这是全世界，不是单单是 Serbia 了。OK， 好，这边剩下一分钟，来我们 disconnect， 等下我们再继续这个它的吉利吉利巴斯克段达拉马来语。